音乐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邓伦。我是郑秀晶。第一次见秀晶的印象就是，就感觉像老朋友一样，没有那么陌生。然后这么长时间接触下来，觉得她其实是一个挺害羞的一个女孩的，有些事情很不好意思啊，然后很不好意思做啊，然后可能语言的问题，有些东西她也听不懂啊，然后就很淡。那作为我，可能就会这个更多的去要照顾她，然后尽量让她没有那么害羞，没有那么尴尬啊。就是接触下来，两个人的感觉会越来越好，对。첫인상은되게 첫인상 첫인상은 忘了 I forgot it. No, 그날 봤잖아 사실근데사진으로봤었어서그렇게막뭐낯선느낌은없었던것같아요처음부터그리고이렇게촬영하면서더알게되고하면서이제오빠도저많이챙겨주고이러면서친해지고편하고네좋아요 上学的时候有趣的事儿，其实这么讲吧，就是现在回想起来，上学的时光、学生的时光都是有趣的，在现在看来，对，所以不能单一。这个列举，那更多的对校园生活到现在还是怀念嘛，对。저는사실학교생활하는게되게그리워요교복도그립고이렇게뭔가친구들과같이책들고다니면서공부하던시험공부하던것도다그립고뭐혼자제가 혼자만중국어를 아직못하기때문에좀이렇게현장에서대본이수정이되거나약간감독님과의소통이조금힘들지만그래도잘맞춰나가려고하고그렇게큰스트레스로다가오지는않는것같아요 Ready, go! 我经常会看电影的时候会戳到自己的泪点。我经常会在网上搜索自己的名字。我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抱着东西才可以睡，比较踏实。相比较木额头，比较喜欢自己有刘海的样子。虽然自己是一名韩货，但对自己的手艺还是很有自信。我对自己的身材很满意。我看过。나둘셋 Yes 왜 No No